拜拜，买送啦。好啦好啦，走。正啊，今日有新鲜嘅鱿鱼啊！我咁早嚟先有，就可能晏少少又买晒。就咁样钳咗个蛋就得噶啦。系啊，如果我哋食，我就唔钳嘅蛋都唔钳，连埋个蛋一齐食，哇，劲好味。哦。我加埋呢嚿姜啦，姨姨。唔该。狗仔雪糕啊，系咪啊？入边系好似奶粉咁样噶，又监工嘅小友，冇咁快食得噶，你俾少少时间佢好唔好？嚟得啊！你今晚先食啦，好唔好？首先呢个是我哋嘅大啡菇，跟住系太阳蛋，啱啱好熟嘅牛油果，我哋嘅鸡扒同埋汉堡扒。你呢个炒蛋系咪炒得好正？冇错，劲嫩啊！我呢个系多咗呢个香肠啦，同埋香肠。唔该晒。咦，只狗咧？喺度啦。喂，你等食。之前呢我在 Superfarm 那裡订了牛肉，想着搬新屋吃，终于拎了过来了。会有些牛扒，这个是美国的和牛，然后有日本的和牛，看上去很正。好，今晚呢我就想着用这个去煮黑椒的牛柳，这个是韩牛来的，韩国的，是不同的国家的，它有个 set 呢我都觉得是挺吸引，是不是很正先？啲豬骨出水都差唔多啦。今日我想煲湯係因為新嘅電飯煲咧，佢有個湯嘅 function 啦，想試一下啦。我估都係將所有嘅材料倒曬落去就得噶啦，係嘛？兩個鐘頭，你又帶我去邊啊？你想要啲乜嘢啊？冇嘢食啊！冇嘢食啊！呢个系 chopper 嘅宝藏系咪啊？里边有啲乜嘢啊？系呢个啊？坐好先，系啦。佢又要翻翻去佢张地毡嗰度食。啱啱煲好咗啦，哦，好清喎，然後攞去蒸大約六七分鐘咧就 OK 噶啦。我
哋教六分半钟啦，然后再焗佢半分钟。呢一种咁细只，同埋佢已经拎咗个蛋出嚟，就算成只炒咧冇问题噶。晚餐是番茄薯仔汤，跟住咧西兰花炒鱿鱼、蒜蓉粉丝扇贝同埋牛扒，跟住有一只剪咗毛等食嘅小狗，好眼瞓啊！同埋等紧洗碗嘅金莎，我试下呢个先，呢个系和牛牛扒啊？唔系啊，呢个红牛。红牛牛扒，试埋细嘅先。好啦，个汁咧，个汁都好重，辣椒味。对啊，咁样煮有冇味？嗯，咩啊？好咩啊？我哋食唔食得晒啊？其实唔知咧。我本来以为好少嘅。唔系咯，明明我哋有汤噶啦嘛已经。喂，落翻去喎，仲舐你？蛋腳咁囂張嘅咩你？啊，剪完毛大曬啊！係啊，今日個扇貝超大隻，係珍寶 size。你快啲試下。嗯。你俾個橫切面我睇下厚唔厚肉。哦，哇，好誇張啊！超厚啊！好正啊！你個背脊好似有神光咁樣啊！真係啊！係啊。宵夜时间，我嗌咗啲邻居过嚟一齐食同埋饮啊，好正啊！我上次 housewarming 嘅时候有朋友带咗呢个白酒，今日就可以试下啦，因为食生蚝。系咪出牌你女朋友嚟咗啊？系咪啊？嚟啫！我饮杯，饮杯。是不是很大隻很厚肉呢？長洲都有得買生蠔的。這個就是我的小島生活啦，記錄了今天我吃了些什麼，希望大家喜歡看這類型的片啦。如果喜歡的話，記得給個 like 和 subscribe channel， 我每個禮拜會 upload 兩條新片，逢星期六晏晝3點和星期日晝12點，我們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